声音够大。哦，我没有换，搞错了，谢谢高给力的办卡。啥女生啊？今天抽这套，抽奖开始。
祝你好运哦！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，喜欢妈妈的宝宝点点关注哦，两个火箭可以加微信哦。正在抽奖中哦，一张板卡，抽奖桌面的套图。今天说我不是说 cos 吗？谢谢今晚睡着的板卡。但是二级的宝宝还不能讲话，可以的话可以升到六级，就可以在直播间发言。还没回去吃啊，帮我刷上四星的礼物呀！
一张班卡可以参与抽取桌面的电子陶土。有兴趣的小哥哥可以参与一下。现在正在抽奖桌面的电子陶土，一张班卡就可以参与啦。
左边的写着一张办卡，可以参与抽奖。万里米瞧不上，我直播间有那么多28厘米的小哥哥，瞧得上你18厘米的吗？谢谢邓爱的太空浴卡，有人在做谁是28厘米？28厘米的小哥哥，扣一。二的是什么情况？好吧，我直播间都是小弟弟。都是臭弟弟，连个28厘米的都没有。看来直播间里面只有我是28厘米。掏出来比你们的都长，比你们的都大。你不洗澡去了吗？你不是洗澡去了吗？怎么爱说话了呢？洗澡不忘看我啊？这么快洗完啦？为了快一点洗完来看我呀？
要送你礼物啊，差多少礼物啊？哎呀，出来个啥呀？关不了了，我去，什么鬼？欢迎我自己进到直播间。不知道刚才页面出来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关不了。啥技能？洗澡快呀！正在抽奖中，桌面套图一张班卡可以参与抽奖。哎呀，我都有点瞌睡了。刚刚唱歌还贼精神，一桌面就瞌睡了。
那能办卡？啊，他啊，过了，四千任务，老师一张办卡可以参与。今天没有睡午觉。得亏了没睡午觉。这样你们就看。几点起的？上午我就起来了呀。我11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都已经爬起来玩几局游戏了。昨晚上可能是3点多睡的吧，快4点的时候。然后好像睡到5点多，不是，5点多去睡到。这样10点左右吧，不是几个小时啊？咦，还不到6个小时吗？昨晚哪张图啊？哦。昨晚我就发了朋友圈嘛，我为啥你也没有加我好友，你咋知道我发的图？眯了一下，我又精神了。昨晚发的图，好，就这样吧。我们就，换个主播来直播。欢迎各位新来的小哥哥，喜欢露娜宝宝点点关注啊！啊，加个萝莉的声音。欢迎哥哥们来到露娜直播间，好像不太萝莉哈。欢迎各位哥哥们，喜欢露娜的宝宝点点关注啊。他们说血丝比较明显，眼睛里的红血丝好像是有点明显。
有差别那么大，让你们说的还两个不同的人了。那差别很大。为什么是天线宝宝？S.O. 什么时候回国啊？你现在在国内。那你无聊个毛线啊！在国内你无聊个毛线啊！去年年底考完回来就回不去了。哦，是 Michael 还在国，在国外。有几个朋友也是在国外回不来，然后最近准备要回来，先隔离一下，这多好啊！就跟我直播间那位 Esther 似的，打去年回来之后，今年就没再出过，没有再出去过，然后在国内玩的开心的一批。
然后每天干嘛呢？就是跑来跑去玩一玩，然后还打了个工，然后还交了个女朋友，回来开心的一塌糊涂。然后我还有个朋友，本来也是在年过年那会儿，然后好不容易给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也是在国内开心的一批，每天泡妹子、睡妹子、约妹子、见妹子，然后最近又被他的父母给摇回美国去了，每天把他给寂寞的、无聊的。你问问这些在国外待过的小哥哥呀，国外的妹子上面黄色，下面是不是黄色？上面红色，下面是不是红色？上面咖色，下面是不是咖色？上面粉色，下面会不会也是粉色？色，你见过什么颜色的？还是光板没毛呢？撇了，人家国外剃掉的好多，好吧？国外妹子好多都是剃掉的，是吧？你光看到欧美区，你看。小妹妹也剃掉，小哥哥也剃掉。现在你剃了试试，凉不凉快？人家那叫做讲卫生。剃掉之后，它不容易在那个上面积攒那些细菌呐之类的，对吧？每天咔一洗，然后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两个。光板没毛的小姐姐摩擦摩擦，似魔鬼的步伐，在了咖啡旁边的板凳。有这种画面我最喜欢看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两个小姐姐就像看什么？就像看两只猫在一起缠绕缠绕。剃 了后扎的慌，你咋知道的？一看就是老 T 了。我就喜欢看两只猫拧成麻花，不是两个小姐姐叫缠绵，两只猫就叫缠绕。毕竟是两个液体动物嘛。那要讲卫生啊，剃干净啊，而且小哥哥剃干净了以后，会显得，对
感觉长得就显得比较长一些。就剃的时候你得经常扎，不是经常扎了，经常剃啊，不然的话扎嘴。为什么男生剃干净不太妙啊？你想，如果不剃的话，是个菜鸡；如果剃了的话，是个弱鸡。啊，没什么差别是吧？还是有差。我可以控制我姐姐。赶紧上车，一张办卡。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，现在正在抽奖中，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了。抽奖的是桌面的这份套图。有点开心的一批啊，没事就睡醒了，不是笑醒了。谢谢跑哥哥的办卡，
突然想起来，当时我发现我是不是好多这样子式的照片，都是这样的。谢谢大香蕉班卡，么么哒，嗯啊，嗯啊。这个照片的封面有什么问题吗？嗨，这里还有一张这样。那不能给你们看了。万圣节活动，哦，快到万圣节了是吧？
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们，小木马宝宝点点关注哦！现在直播间正在抽奖的是这套电子套图，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喽。
各位新来的小伙伴，喜欢露娜的宝宝点点关注。有鱼翅的小哥哥帮露娜上一上五星的人头和礼物。一张办卡现在正在抽奖中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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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破信号啊，什么也打不开。好的，别这样，换了。这是你们要求的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要求。低一点。
油管账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油管账号、淘宝账号、微店账号。你看的音乐家，现在正在抽奖，桌面上的电子陶托。想想我刚刚的样子，我刚刚的样子就是。但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。一张办卡抽桌面的套图啊，然后套图如果没有中到奖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去微店直接购买，或者是偶像写真，偶像写真自动发货。基数十了，看好我这一身的拔的罐印儿，说明最近身体不太好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往外伸，你舌头也很长。气太重，好像是有这么一说。掏出来都比你们长。
你觉得我这套老师的图怎么样？给个评价。要袍哥哥在呢，袍哥哥，袍哥哥，袍哥哥，你在吗？看不到他，但我看到他进来了。袍哥哥觉得我这套老师的图怎么样？给个评价。下一套图，你们更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？丝袜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喜欢哪个颜色？你说，不能播出来再说。有啊，你可以去购买呀。之前不就出过一套吗？只不过那套图是不能放在屏幕上。那套的尺度相对要大一点点，其实也还好。是有音的，镭射有音，你是买的 VIP 的吗？好像是吧。我记得你好像说那个买过 VIP 的。那你可以啊。
这道图漏的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嗯，我是摄影师，我就是摄影师啊。现在正在抽奖中，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抽奖。
常的小菌群，有不正常的小菌群，有正常的小裤裤，有不正常的小裤裤。限定版的都好看，真的。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们，喜欢的娜的宝宝点点关注，由于持续哥哥生日礼物，现在正在抽奖的是桌面的老师套图，一张本卡就可以参与了。限定版，我不说了吗？双十一的时候，我会把之前那些限定版都上一遍，加单数量不会太多，看你们的手气了。双十一的时候上架，也许下一次再上的时候，可能是我明年过生日的时候。明天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会把一些限定的图啊，然后视频啊之类的，都会上一遍。在微店里面，对的。不过微店里面有的东西，你可以去淘宝逛逛看，因为。我有时候比较乱，我有时候乱了之后，我就不记得哪个下架了，不记得哪个上架了，你知道吧？可以少逛一下，也许可以去偶像写真逛一下，没准也有，很难讲啊，很难讲。记不住的赶紧截图，也可以去微博搜索小女巫露娜，然后置顶第一条链接直接传送哈。
是淘宝最近你们就不要逛了，我把淘宝的鞋身全部都下架了。等哪天我抽风的时候就要上架了，也许是双十一呢。键盘，不准再键盘。
好贱，谢谢。我妈了。
踩我键盘，我还不能打你了。不要用你的屁股坐我的键盘。不然踩啊！谢我送的卡，么哒。不能踩，哎，哎，谢大香蕉蛋卡，女孩，哎，踩出了，踩出键盘了，踩出键盘打。踩键盘了。好的，啊，他经常给我踩把电脑踩关掉，经常踩关。有的时候我在修图的时候，他就踩在我的那个键盘上，然后或者是给我踩在电脑那个关机键上。而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电脑莫名就开了，就是他上来踩的。一掉毛，哒哒哒哒哒。
那汤掉了好多的毛。痒死了。来呀，我家猫缺鸡腿了。等你们的鸡腿寄过来哈。别说我家猫猫可爱吃鸡肉了。有一次，小哥哥给露娜上了俩人头，二星任务却两个人头。然后还缺七张蛋卡，谢谢专营的女仆装。然后现在正在抽奖的是桌面上的这套老式的电子套图，然后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了。有足底吗？有火箭就有足底。有火箭吗？
好像有这么个声音，抽奖还有5分钟，就要开奖啦！白色的卡，突然觉得名字这么多 S， 是不可以叫小骚骚啊？谢小骚骚的5张蛋卡。阿婆，你可以听到早上的鸟叫声吗？我感觉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早上的鸟叫声。怎么啦，小骚骚？这样会感觉舔得很深，像到底一样的。没有音频，我这里只有定制视频。你说你家附近还是我家附近？
家附近也没鸟，也可能有吧，是别人家的鸟。可能是别的小姐姐的鸟，但我没有鸟，我家附近也没有鸟。小骚骚主要是你这个名字，我给你加了 buff。下播发给你哦。好，做完奖了。别说哟，搞得我好像天天拔罐一样。一样的，火箭才是真爱。你们都不是我的真爱，我也不是你们的真爱。我去！今天周五，哦，原来是今天啊。
竟然在找笔，我找了一天没有找到，竟然在这里。就一只，这个还是买东西送的。好累呀。腰酸背痛。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挂去了？
今天太厉害了吧！我今天居然播了5个半小时啊！我的天啊！我播到1点快，我播了6个小时了。我今天怎么那么勤劳？然后这么勤劳都完成不了四星任务，还不如我播2个小时。通宵办卡谁瞧得上呢？超火让我通宵我都瞧不上，有超火吗？可以通宵。我下播了，我睡觉去了，我瞌睡死了。月底了，不然2天不下播。月底了呀，竟然到了月底。今天30号吗？不播了，下播，睡觉。有没有小哥哥在上点礼物啦？有没有小哥哥续命啦？哎呀，你可说呢，小骚都中奖，三星挑战圈6个人投3架飞机，这都马上11月份了呀。过得也太快了。我瞌睡了，我真的累了，我播了5个半小时。今天超长工作时间。好，有飞机续命了，现在卡普班卡，解放线飞机，么么哒。我精神了，充满了力量。可以再播5分钟。不是续命的啊、哦，那走个全身下播了。
晚安，周周，晚安，宝宝们，晚安，小姨。